小新你好，我是小新，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播放新闻早餐。北京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温度17到32摄氏度。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18届三中全会12日下午闭幕，三中全会公告发布。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音乐是人类本体最初的生命运动，音乐会让你愉悦。和教官谈恋爱哈，好像有很多女生在比如说高中军训或者大学军训的时候会爱上自己的教官。小新你好，播放鬼吹灯。正在为您播放鬼吹灯。小说剧鬼吹灯之圣泉寻踪。此时啊，胡八一正站在南美洲印加帝国太阳神庙的地下祭祀台上，整个石室是阴森灰暗，充满了死气。和他站在一起的是他的亲密战友王胖子。然而6分钟之后，中国队遭遇重创，郑智为阻止对手的单刀球，不得已采用犯规战术，被红牌罚下。不过少一人的中国队却在3分钟之后完成了逆转，蒿俊闵与吴磊做出撞墙式配合后下底传中，对方后卫解围不远，吴磊点球点附近迎球劲射破门，将比分最终定格在了2-1。中国队客场战胜卡塔尔，取得了12强赛的最后一场胜利。汽车发展迅速，2016年汽车保有量已经全球第一，达到1.8亿辆。随着公司，将令，再仔细看看。就像伟大的民族，永远不能抵抗。我希望你们永远记得。I'm Chinese。小心打开导航。正在为您打开导航。小心打开音乐发烧友，打开爵士音乐台。正为您打开爵士音乐台，打开第二个台。No, I really don't think so. 小心打开星云 CD， 打开第三首歌。正在为您播放。该配合你演出的我，掩饰而不见。时候我们开始没有了底线。